有够恶，但我不跟你们玩，他有够恶，真的有够恶。走开，走开，你走开！哎哎，春君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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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哦，好，我绕另一条路。不对啊，这边我没有路可以过去啊。我们来研究一下哈，这边过不去嘛，然后这边也过不去，我们再绕一下。哇，这边刚发生大战的感觉，其实我蛮喜欢的。傻小，哈，哈。我看这边有路啊，永远下班跟永远上班，我会选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呀，别别别别别！哎，这是可以减三小时，对不对？哎，龙舟数位大树守卫，我的英雄，我的三小时，我的英雄，我的英雄，我的三小时。不对！我要！你去复活！复活！复活！我要！你不要！等一下啦！你就继续用盾骑嘛，你就继续用盾骑啊！大家都不要玩啊，大家都不要玩啊！往旁边跑可以躲吗？哎、欸，不能躲。好的，知道吗？躲他小，这个躲他小，他就我盾牌往下压的时候往旁边跳。哎、欸，好，我相信你一次啊！啊，跳早了！哎、欸，很像有哎、欸，很像有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都会躲啦，像问题是我没有时机放招啊，我什么都会躲啦，然后但我没有时机点放招啊，我要怎么办？跳舞哦，宇智波起舞，哎、欸，我都会躲、啊，但你打不到我，哎、欸，我也打不到你，好爽，哎、欸，这样可以，啊，哎，来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，要近一点，我觉得要近的，不然真的没有攻击时机点。我根本没有攻击时机点啊！他转身的时候，哦，这边有个时机，他会转身。你再冲一次。哎啊！太早。其实我觉得单纯躲招，如果我就躲到水母有躲到一次，然后我就一直躲招的话，其实好像可以赢哦。啊，水母，我的英雄，水母是我的英雄吧？来，嘎！哎、欸、嗨，你好，哎、欸，龟派气功波，你读到一下，兄弟，灵魂水母就一下就好，灵魂水母就一下就好，拜托。这啥小？哎、欸，我刚没看过这招、欸，哎、欸，哎，等下，我没看过这招、欸，哎，跳一下，好，这边可以放陨石，你要再扑我吗？好，三下火吗？一下而已。你看这个没有空隙，这没有空隙，这个没空隙啊！因为你看他这样可以吐火，
欸，很像真的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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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血，我们再弄一下火焰就可以了。这边我摊一下，我要摊这刀，我一定要摊成功。啊，水母，我的英雄，就刚根本跟水母没有关系，怎么跟水母没有关系？啊，卷三小，卷三小，欸，所以我这次就多打了一下啊。你可以讲话吗？很有，刚是没有穿裤，对啊，正常吧。波比跳，波比跳，好坏好好玩。波比跳，干！我刚洗完澡，我刚洗完澡。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，微笑着面对它。他妈！我他妈刚洗完澡，我他妈刚洗完澡，你们别玩波比跳。我的经验是这边都要慢步前进，不然有些埋伏的敌人会发现，你知道吗？你要预判敌人的埋伏，所以你要先埋伏。音高调教成功了，干！傻小啦！啊，穿塞穿塞！哎，你怎么躲过一下？哎嘘。被骗了，所以你要再会一下，你会再会一下吗？啊，你又不会会一下，你到底要我怎样？拜拜！哎哎，怎么跳了？你怎么跳了？你怎么跳了？你怎么跳了？等等等，等，哦，就刚刚刚，就刚刚。耳朵爆掉了，欸，我一直在想，欸，耳朵到底哪个地方谁比较挣扎，到底是我的骗师还是你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这是个无解之题。骗师啊，我不能笑啊，不能笑啊，这不好笑，这不好笑。肯定剪辑帮你想后置效果要反复很多次，欸，我在想，欸，通常我可以理解，就是后置效果会反复很多次，他们会不会这整段先静音，然后反复很多次再看啊？你们是不是这样剪的？先把我的片段先那个静音掉。你给我答对了。镜片师们，哎，欸，片师，谁在剪这部？哎，欸，谁？这群主还 tag 我，群主 tag 我，是谁在剪这部？我敬你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阿斌在工作一阵子，就有领残障手册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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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，等他走出来。他会转身，再次。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。说闭眼派对，哎呦，耶！一直有办法飞是吗？真的没办法耶。我们从草丛这后面过去看看。
觉得好习惯啊，蹲下走路啊，人要蹲着走啊。你射得快、啊，我打得快。你射得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等。啊！操！不要这样对我啦，操！为什么这么痛呢？啊！对不起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，谁打给我？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喂啊！让我静一下，哎喂，等一下，我等下打给你，我等下打给你，不好意思，真的，我再打给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亚迪哥，哥啊！哎，嗨，大家听得到吼？小聂有话跟大家说，嗨。是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放我的制作人，我叫做聂小聂，我想恳求各位一个事情，大家很久没见了。这个事情呢，就是因为我最近。因为有一些新的企划要准备开始跟他进行，但是他现在完全被加班台捆住了。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发善心，就是不要让他再开加班台了，不然我跟他其中有个人一定会去吃鸡鸡。啾啾啾！